笔画成一个圆形加一个方形，就能获得2000块钱奖励，不限领取银数，只要能一笔画出来就能领到钱。一笔画出来这个图案就可以领2000块钱，这确定不是在做慈善吗？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，不然我就接受评论区点赞最高的惩罚。大家赶紧给少奇点点赞，我马上成功了，直接交给你们，带着大家一起去领钱。300人智商绝对领到2000元，这不简单。一笔先画外圆框，然后进去画方框，方框回来回来回来、我一定行。这次我们反过来，先画方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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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画圆，你自己看看对吗？好像比我想象的难了点，看样子2000块钱还不好拿，但是我不会这么放弃的。有了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，绝对能成功。哎，我的笔没有动啊，我的笔是一笔啊，一笔啊，一笔啊！哇，终于成功了，绝